近日因为疫情持续升温，许多艺人原本要举办的演唱会也都一一宣布延期。像是刚走过王力宏风波的徐若瑄，原本五月要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不过考量疫情不见趋缓，他也忍痛在社群要粉丝好好保留门票，相约下次见。三度站上小巨蛋的周兴哲，三场演唱会也全部喊卡。而在高雄方面，原定五月要在高雄举办演唱会的田馥甄，主办单位在25号紧急发出公告，内容写着：因近期疫情持续影响，经慎重评估后，为保障歌迷朋友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，决定将田馥甄一一巡回演唱会高雄场延期举办，同时也呼吁这段时间请大家好好照顾自己，等待最好的时辰再相遇。将原定5月13到16的演唱会延期到9月9号到12号举行，粉丝也在底下留言表示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。也有粉丝发现延期后的日期刚好有一天是9月11号 SHE 的出道纪念日，开心表示如果有票赶快买起来，希望那天有机会看到三支合体哦。